人知道家了，谈几个问题。我已经中短将军有一个时期了。为什么中短将军？我看到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，这是佛门宗教界的一位大德，我跟他十年，我的佛法是跟他老人家学习，他是台中莲社，后来又成立了一个慈光图书馆。那个时代他教学一个星期只有一天，遍历于台中以外的同学们学习方面，所以常年的讲座每个星期三学习经教的同学都集中在慈光图书馆。我是每一会必到，每一周都把这个时间剩下来参加李老师的讲座，时间十年，佛法上的专修专弘。我利用其他的时间把星期三所听的做两次复讲，算是我学讲经。我把老师的复讲一遍，再跟同学做研究讨论，每个星期在台中住两天，帮助不能亲自听的老师讲经的同学做个方便，我的副讲是为他们讲。十年如一日，深受其益。我知道讲经教学非常重要，我如果不继承下来，我就深深感叹老师后继无人。为了这个因素，他讲多少经我就学多少经。老师这十年讲经如果不能留下来，那是我们学生的罪过。老师离我们去了，他老人家一生主要的经典重要的教训我都参与，我要不能把他留下去，那是我的罪恶。保留两个方法，一个是录像，另外一个是编书，这两个大致都完成了。同学优秀的不少，我总是尽全心全力想方设法要传下去，我要对得起来，包括佛教的传承，我要不能把佛教传承下去，对不起老师，我们的前人是印光大师，必须要把佛法
传下去，有人能讲。所以我就想，我年岁大了，心有余而力不足，人的寿命不是随我们方便，我们要随顺命运，我们没有本事叫寿命随顺自己，我必须尽行寿来做好这桩事情。所有的供养拿着印象，经不能中断，我们发心印大藏经做成功了，比丘比丘居士鼓励他们讲经教学，现在大家所看到，今天同学问的这个问题，我希望大家要重视。第一个，修行修什么？第二个，修行的总纲领是什么？四弘誓愿就是我们修行的总纲领，自己修行必须要走的道路。首先要懂得修，修是修正修理。今天这个问题简单说，行是行为，行为不外乎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。起心动念是心理的行为，言语是口意的行为，身口意三业。造业世间人不懂，听经听久了懂得了，我们与这个世界有缘，缘是关系，换句话说跟这个地球过去有关系，有缘分。过去如果没有缘分，我们也不会到这里，必定有缘故。所以人有过去时，有现在时，也还有未来时，三世。学佛的人大概都懂得三世因果，三世因果，于是这因果他就创业，创业就有善业恶业，尤其是人，人造的比动物会多，身口意三。菩萨对这桩事情非常重视，许许多多的业根呢从这儿来，不小心走下去，身口意三业，造的时候无意，起作用的时候起心，你怎么会有念头？念头从哪来？念头从身口意来的，身口意他又造作成了行，行有起心动念意的行为，身体造作身业的行为，言语口
越的想，有行为就有行为的生于心，这个行为是有报的，有善恶，非善非恶，这就不必细说。动物免不了善业，比如说果报就有生老病死，身有心于心，有生于行，也有生于善业，互相交替，从早到晚从来没有休息，造个不停，一天24小时没有终止，没有停止的，非叫做梦而在造业，这个事情麻烦，麻烦大了。人从早到晚言语妄想动作，这是属于身口意塞，你的造作，造作结果就变成业，业就障碍你，从戒业又变成造作，身口意交换没完没了，身身口心也深刻，意义它不停地受干扰，它受干扰它就会干扰别人，叫你烦恼没休息，从早到晚无非造的是恶业多善业少，造业去之后就受报，受报又造业，重重无尽，没有完没了，太可悲了。佛教我们修行千变万化，无量法门，总的来说什么叫修行，修是修正，把错误的修成正确的，恶的把它改变成善的。有标准，佛门里面五戒八戒就是标准，在家有在家的戒律，出家出家的些善因即善果，恶因感恶报，一个念头停不住，一个果报没完了啊，不能不知道啊。我们天天在造，身口意都在造，修行修什么？先断我修善，只造善业，不造恶业。念阿弥陀佛，好啊！阿弥陀佛，佛门里面了不起的法门，不要看轻它。究竟圆满的成就全靠他，这三个问题很大，三天讲不完，大家努力的修学佛法的基础，